现在才中午11点左右，你看这人。来了，第二碗，你呢？拉大了，我觉得三十万两十万干不下去。天天都这样排队啊？对呀、啊，天天就这样排。排的时间少了，这还那个，还比还多呢。钱热热的。听人家说，这一个广场的生意都是被他家带起来的。对。你喝着他家摊位的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二三十里路跑这来。啊，跑了二三十里路，以前来喝过吗？喝过，经常来。他们家生意天天都排队排这么长？排20多里路，20多米吧。咱这个汤多少钱一碗啊？15的、20的、25的、30的。哦，咱家干了多少年了？这个汤？20年。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吗？就在这放着。挺好，我俺搁吃饭挺来死皮了又。嗯。排队的人要先在这边买个套房牌，先付钱，然后给个牌之后再往前去拿餐。恁那是当地人呢，还是外边开车来的？外边开车来的，赔钱的。赔钱的，是不是好喝，还是东西熟呀？真多人呢。东北还有味，东北还好喝是吧？对。就是中午，就中午一会儿，下午没有了，就中午来完了没有？这是我要了21碗的，光这个牛肉都一大碗，而且来这儿吃饭的人，好多人都是开出车来的，都是外地的。今天我也尝尝他这个牛肉汤啊，呀，真叫实惠。这碗牛肉汤里头有粉条、牛肉、葱花儿。哎呀，现在天气可热，他这屋里头啊，整个都是简易房，人挤人，人挨人。现在吃一碗饭真不容易，我感觉来吃饭呢，简直叫活受罪，吃着都满头大汗似的。本来想问老板，咱这个汤有为啥和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？老板因为太忙，也是热的满头大汗，光盛汤都来不及。像我们当地的这个牛肉汤，一般都20、30。而且没有这么多肉，他这个20块钱都是一大碗。本来天气都够热了，喝罢这一碗汤会更热。要是我的衣裳都踏实了，而且外边人都是端着碗找桌，我喝这一碗汤要端着找有4、5个桌都找不着，到哪个桌上都是热，有人了，有人了。这样冬天里正是喝汤的时候，喝着又暖和，那可想而知，冬天里肯定是在排半道街。